现在，脸书的魅力就连英国女王也抵挡不了了。其实，最近英国女王她频频加入一些社交网站，像是 Twitter，还有照片网站 Flickr 来分享王室的点点滴滴。现在，她就在自己的脸书成立了专属网页，才开张1个小时就吸引了超过4万名的粉丝。不过，当然是为了安全的问题啦，大家没有办法在脸书上跟英国女王当朋友，也不能够乱搓，只能够按赞。